让我们看看 Ruin S 的包装清单有哪些内容。云台和电池手柄是 Ruin S 的主要部件，相机安装板可用来固定相机，推荐使用镜头固定支架以获得更好的效果。手柄延长脚架折叠后可延长手柄，增加稳定性，展开后可用作三脚架，优化静态拍摄、具象摄影、定点延时拍摄等。跟焦轮可对支持的相机进行实时跟焦。电高模块可用于更轻便小巧的相机。此外还有适用于佳能和索尼相机的红外相机快门控制线。多功能相机控制线 Type-C 可兼容松下 GH5 和其他使用这种接口的相机。多功能相机控制线 Type-B 可兼容特定相机型号，如尼康 D850。使用 USB-C 线连接电脑可对 Ruin S 进行固件升级，同时还能通过24瓦 USB 电源适配器进行充电。包装清单还有一对云台固定魔术贴、两个扳手、一个配件盒、一个收纳盒。如有任何问题或缺漏件，请随时联系我们。